我们以特尔家族没有意见，这长老院的第一位长老，便由老夫来当吧。哼，这海老头早已萧家穿了一条裤子，装什么装？就是。哼，既然海老都同意了，那我穆家也没有意见了。我纳兰家也同意加入联盟。 只希望萧炎小兄弟日后能善待我等。加入联盟，便是盟友。之后谁敢动穆家和纳兰家丝毫，得先要看我萧炎是否答应。多谢萧炎先生关照。